Hello， 我是旧灯耀祖。那我们的微电影 2.0 15:2的恋爱方程式呢，今天第一次开拍，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啦，现场不同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开始做 set up 吗？然后我们的男女主角啊，不是女主角，女主角今天没有在，男主角的就是 Bryson 已经刚刚到啦，然后男主角的姐姐 Catherine 呢也是在化妆，然后今天的戏份也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就是交代Bryson 还有他姐姐之间在房间的一些争吵的关系。啊，到底那个画面会多么的刺激呢？啊，我们也要看看我们的 Bryson 啊，还有 Catherine 的那个演绎这样子啦。奴才，没有看到本宫在休息吗？竟敢打扰本宫，什么事呢？我的演技还要质疑的吗？没有 NG， 都是 Bryson 啦，因为 Bryson 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拍了80多个 take 啊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？都是这个姐姐啦。这其实上面啊，对，他这次是演我的弟弟，对，然后他有新歌要出了，叫小姐姐，我很感动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因为这微电影，然后为了我这角色，然后去写一首歌，去有一个这样的作品。没有，如果早知道是你的话，我会写大妈妈。拜拜，大妈妈，耶、yeah, ，谢谢。你每次约会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这次也一定不会忘的。要不要喊开门？就唔叻噶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哋企喺会下出嚟。One action， 阿静，阿静，他会有床戏吗？有，没有，有，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嗨，我是 Mindy， 在这个微电影，我是演 Bryson 的女朋友。在我们在酒店拍酒店的画面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就唔叻噶啦，个。你买这牌子，我让我猜。敬请期待我们的微电影 2.0